baby bus. Wow. 小朋友们，该起床啦！下雪啦！什么？下雪了？耶！快点出去打雪仗！别着急，下雪了，外面非常冷，要穿好衣服才能出门哟。好。我会自己穿衣服，看看哪里是街面，把头伸出来，双手伸出来，轻轻往下拉，衣服穿好了，耶！哪里是前面，左腿伸进去，右腿伸进去，轻轻往上拉，裤子穿好了，耶！我会自己穿袜子，看看左右在哪里，左脚穿进去，右脚穿进去，轻轻拉一拉，袜子穿好了，耶！鞋子看看左右在哪里，左脚穿进去，右脚穿进去，双脚踏一踏，鞋子穿好了，耶、yeah! 我会自己围围巾，拉开长长的围巾，挂在脖子上，轻轻打个结，不要拉太紧，围巾围好了，耶、yeah! 我会自己戴手套，看看左右在哪里，左手真棒，我们去打雪仗吧。好耶！爱整理。我们一起去踢足球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！我们先把玩具都收好再去玩好吗？哦，可是我们现在就想去。我们应该听嘟嘟的话，先把玩具收好。我看还是回来再收吧。走喽！啊，你们！神奇的小喷雾，只要喷一喷，脚脚马上就会好咯。谢谢嘟嘟。大家一起把玩具收好好吗？好。玩完的玩具要记得收拾摆好哦，不然就会像依依那样摔倒哦。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自己穿衣服。
它。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参加化妆舞会呀。嘿，美丽的公主，可以邀请你跳这舞吗？吉吉，吉吉，你快帮我看看这裤子怎么破了。小福，你穿错了，这是衣服，不是裤子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小福，穿这套吧，很适合你哦。这我不会穿，琪琪、妙妙，你们帮帮我。小福，要学会自己穿衣服啊。是呀，小福，我们陪你练习一次吧。小福，不是这样穿的。小福，我们来帮你。我们还是叫嘟嘟来帮忙吧。宝宝巴士嘟嘟嘟，小小魔法闪亮亮。小福，我来帮你。嘟嘟，谢谢你。小福，你怎么把头钻进袖子里了？因为我不会自己穿衣服。小福别急，我来教你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跟着小福一起学穿衣服吧。一件套衫四个洞，宝宝钻进大洞洞，脑袋钻出中洞洞，小手伸出小洞洞。跟着小福，我们一起再来一次吧。一件套衫四个洞，宝宝钻进大洞洞，脑袋钻出中洞洞，小手伸出小洞洞。我会自己穿衣服啦，可以去化妆舞会了。你们学会了吗？哇，好香哦！看起来好好吃。我们赶快开动吧。好耶，我等不及了。啊，这汤真好喝。好烫好烫好烫。壮壮，快喝点冷水。壮壮，吃饭要注意安全哦。吃饭要注意什么安全呢？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一不小心就会受伤。烫烫的热汤吹一吹，不烫了才能喝热汤。不要急，等一等，呼呼吹一吹再喝。烫烫的热汤，呼呼吹一吹，要小心才不会受伤。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一不小心就会噎到。好吃的食物小口慢慢咬，小口小口才不会噎到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一口一口慢慢吃。好吃的食物小口慢慢吃，要小心才不会噎到。吃东西前要吹一吹，小口小口慢慢吃哦。吃饭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安全，一不小心就会受伤。吃饭不乱跑，乖乖都坐好，尖尖的餐具小心拿。不乱跑
时候要注意安全，才不会受伤哟。首刷牙歌吧，这首歌会告诉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哦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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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床后要刷牙，好的，睡觉前要刷牙，知道了，刷牙时间准备好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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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下牙齿刷刷，好的，左右牙齿刷刷，知道了，拿好牙刷，不能乱跑，我们一起刷牙，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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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吐掉嘴里泡泡。小朋友，刷牙时要注意安全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琴琴，我是妙妙。今天我们要去猫叔叔家帮忙照顾宝宝，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奇奇妙妙，你们来了！你好，猫叔叔。今天啊，要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宝宝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宝宝巴士变变变，奇妙小保姆。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今天奇奇妙妙帮助了猫叔叔照顾了小宝宝，我们一起颁个奖章给他们吧。
我就是细菌魔王。你知道我们喜欢待在哪里吗？我们喜欢脏兮兮的地方，我们还喜欢窄窄小小的细缝里。手上有这么多细菌啊！妈妈，我们要怎么赶走它们呢？想要赶走细菌，一定要常洗手哦。嗯嗯。玩玩滑梯要洗手，玩玩沙子要洗手，玩玩玩具要洗手，小手藏细菌。出回家要洗手，上完厕所要洗手，吃东西前要洗手，小手藏细菌，小手脏兮兮，细菌真开心。不，我不要坏细菌在手上，我也不要。那我们一起去洗手吧。摸摸肥皂搓泡泡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搓，到处搓一搓。打开水龙头冲一冲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冲，到处冲一冲。小手洗干净，细菌很伤心。洗毛巾擦一擦，手心手背手指缝，左手右手都要擦，到处擦一擦，细菌在前啦。一定要常常洗手，才可以赶走坏细菌哦。吃东西前洗手。小福，系好沙袋哦。我来了。孩子们，要开饭了，快去洗手吧。一定要洗干净。琪琪，你怎么没有洗手呀？我好饿，先吃饭要紧。是因为细菌跑到肚子里了，吃了药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琪琪，一定是你用脏手抓东西吃才会肚子疼的。才不是呢。小脏手上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，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偷偷跑到肚子里捣蛋了。细菌跑到我肚子里捣蛋。对呀，这就叫病从口入，所以吃东西之前一定要记得洗手哦。可恶的细菌，妙妙，我要找嘟嘟。找嘟嘟干嘛？我要找细菌算账。好吧。宝宝巴士嘟嘟嘟，小小魔法闪亮亮。噔噔噔。我来了，嘟嘟，我要找细菌理论。可是细菌太小了，嘟嘟，能把细菌变大点吗？这个嘛，有办法。
回。哎，哇，是不是你们的小伙伴跑到了琪琪肚子里去了？是呀，谁让琪琪的手那么脏？可恶，你们害我肚子疼。我要让阳光来打败你们。啊，好暖和，好热好晕啊，我需要冰块。对，冰块，我要把你们变成冰块。好舒服啊，冷死了。琪琪，你去洗手了。是呀，香皂的泡泡可以打败细菌哦。不用了。原来你们怕这个。我要去洗手。好干净啊，细菌都被冲走了。琪琪妙妙，快来吃点心吧。哇，点心！小朋友们，吃点心的时间到了，和我一起洗手吧。搓搓搓搓手心，搓搓搓搓手背，换只手再搓搓，冲冲冲冲冲手，冲冲冲冲干净，一二三擦干手。洗干净了。小朋友们，吃东西前记得洗手哦，你们记住了吗？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嗯，我们要准备一个惊喜。牛妈妈，早安。早安。我要一瓶牛奶。谢谢。妈妈，我们还要买什么呢？鸡蛋、面粉。早安！你们买了好多东西呀。早安，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，我们要做蛋糕。奇妙妙也一起吧。好，一起来做蛋糕吧。鸡蛋、砂糖、牛奶、面粉，拌一拌呀，拌一拌呀。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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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蛋糕。倒入模具，放进烤箱，烤一烤呀，烤一。烤呀，蛋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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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做蛋糕。哇，真香啊！快跟我们一起来挤奶油吧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挤奶油呀，挤奶油呀。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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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蛋糕。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。谢谢。哇哦，好棒的蛋糕啊！
原来今天特别的日子是咪咪爸爸的生日啊！谢谢你们给我的生日惊喜。妈妈，快一点，我想快点拿到甜甜圈，带回家跟露露一起吃。慢点，咪咪，别着急，过个马路就到了。哎，妈妈，你太慢了，我先过去等你了。哎，咪咪，等等。你刚刚闯红灯过马路是很危险的，咪咪，马路上有很多车子，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红绿灯哦。红绿灯，跟我来。小朋友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紧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，看看红绿灯。起来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要向前走呀！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咿呀咿呀哟。红灯的时候不能向前走哦，绿灯的时候才可以走，但是也要注意安全。小朋友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紧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绿灯亮起来。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紧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红灯亮起来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不要向前走呀。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咿呀咿呀哟。们过马路，咿呀咿呀哟，紧紧牵着大人的手，咿呀咿呀哟。看看红绿灯，绿灯亮起来，左边看右边看，没有车子在走。红灯停呀，绿灯行，咿呀咿呀哟。过马路的时候要看红绿灯，还要注意有没有车子哦。我知道了。